开始了吗？对啊，太冷了，全部穿起来。哎呦，我手抱在阳台好了，太冷了。你手都要带一层，带两层。带一层。是哦。带两层太疯了。我的不会啊。今天整片都是白雪的，是我包好。我看，哎，你没有来，没有什么。我要看我有没有动，没有动了吧？你这样会提早起雾啊？不会啊，我鼻子没有，那种带真的会。我现在都只敢最后才弄。不行，我太冷，我先吹风好不好？我这窗户两边都开着，我很冷。冷就是想上厕所，没有真的。昨天晚上卡住了。
啊？地图的右上角掉，一直都掉的、啊，一直都掉的、啊，嗯，掉了两三天了。不过那边是奥兹特，所以掉了就算好，好了，你有觉得今天的树比较大棵吗？有啊，鸡比较多没？走了，走哪边？就切去东莞的路。你今天切去东莞了？要啊，上半部就算热身了。Thank you.
人呢？你在干嘛？这手要熬不上了，没了。
前面。对啊，你就是在我后面，你就急什么急啊？人真的变多哎。他跳声音在那边跳跳跳。跳什么？就跳。宣示他的存在感。哦，我这么近哦。你是看不懂日文字是不是？你们一直宣导收收精神，你看不懂吗？讲英文可不可以？可恶，天，然后我姐讨厌。多拿高兴。
闭啊。那大家都不甩下来，就很特别厉害，大家一同排在旁边进去。你看我们滑那么久，有看到这里有巡逻的吗？好没有哎、欸。理论上巡逻的看到这种人，可以把他叫过来，把他手铐收走。没收巡票。对啊。我们的儿童游乐区有人跑在里面，哦，站起来了。儿童游乐区，那不算儿童游乐区吧？他马上逃走了，他站起来就出去了。看到那种有小孩子的，人都没有小孩子，他居然有一个小孩子在我们前面，
我觉得我的脚好像有点软弱无力耶，就随便一不是不是酸的，它就是一被绊就顶不住了，就要摔倒了。对啊，要渐渐的加强度，所以一开始就慢一点来，不要太紧，尽量慢的速度就不会太紧。你说下面才压吗？搞不好下面也没压。哦，这么厚，它没有化啊，它没有化，它不压啊。但是它懒得开上来吧？其实这个斜度我有点怀疑它要不要来压。这个车子应该很厉害吧？是可以的。全部就会被顶开一大坨，没关系。推那一下，觉得手脚好酸。你说去东莞山啊？对啊。那个网，我说我之前有滑的那个双水区的缆车网站。哦，要去做吗？还是做完昨天没滑到。好、哦。就是往下冲的时候，看前面，看这前方右边就是缆车站。你说？建筑物偏右边。有一个像白屋顶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你走前面就对了。
你看起来很缓慢。有那种，有那种还没有人刮过的。嗯，对啊，好像有。那当然是不能去的地方啊。可以去的。可以去的地方，因为那个缆车下就是那里。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，所以我要跟在你后面。
这有一个好处，之前累积的血都是今天才会用，没有之前就被用过。你看我在后面抬车。等一下就会路过我刚刚讲的悬崖雪区，你用看的就是。我来擦眼镜。如果昨天没有了，穿过那些些微的。
这里应该积蛮多的，大概像这个感觉。后面就要插入学中。最清楚，赶快走，不然我又看不见路了。欸，很快就要雾掉了，可恶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感觉不错，一下下就下去，大体上跟上面应该差不多，只是这里更深一点，转弯更弯。你不会要说你看我就要直冲了吧？脚出不来，弯道出不来，哭，哭，哎呦！上面缝开大一点，不要跟安全帽合在一起。然后头发收一收，额头的头发，然后帽子拉里面一点。你的紫色帽子左右往后推，推到眼镜以外。对。那你刚帮我擦的防护都被我擦掉了。再推一次，紫色要推走。紫色。左右推开，推远一点。又雾了，没救了。你下巴拿掉了。不是不是，脖围往下拉，往下拉，拉远一点，拉到
拉到口罩以外。已经了吧？啊？已经了吧？对啊，这样可以。我说的紫色推开，不是把眼镜拿下来紫色推开，是你用手指。好，你用手指，现在。对对对，左右都要推远一点。好，赶快冲，赶快冲，量一下。看着你爬吧，看着我，你去下面看啦。下面看吗？嗯。还是你拿手机出来啦。好啊。有好好玩，有一波。好，再来换你。好啊。不用很后座，放轻松一点，好像就是没什么问题，也不用很用力。嗯。总之速度就是慢慢的。好多人来看这个。我出不去。我看直的会怎么样。
我现在一只脚在下面，下体。等我一下，哎，好好笑哦。怎么样，就是不要摔倒。我只是刚觉得啊很软，放松坐一下，结果很难起来。但是我就是有一瞬间看到我自己的板子整个浮在，对，不
起来的时候速度会变很快，然后赶快，反正我们就不用特别做任何动作，就是正常滑雪的方法，它就会沉下去。它沉下去的时候，帮我抓着啦。沉下去的时候，记得身体要准备，那个速度会慢下来，稍微有个预测，这样就好了。雪板发现这里雪那么厚，每个都笑了。
会卡住。先下去换路，你是？有，本来就会啊。顺便擦一擦，全部都雾了，可恶。今日の雪はね、はい、すごく軽い。はい、軽い。軽い。はい。パウダー。パウダー、パウダー。はい。楽しい。ズズズ。哎呀，出不去，出不去。狗说卡路易卡路易，很轻很轻。对啊，他跟你聊天什么？我就说打得起，因为他还在呜呜呜下来。他还在扭吗？对，有啊。有摔倒吗？没有摔倒，但是你脸，你脸前面都，你鼻子，铺了一下，你鼻子上都是血，还没有，就轻轻的碰，这样还叫没有摔倒？好了，摔倒啊，痛感吗？爬起来比较累。
你还没好，我就试车一下。对啊，我刚也是觉得只是放松了一下就摔，但是爬起来累死我也。对啊，很费力。我还好，摔到一个轻松的姿势。帮他拍一张。好了，再来吧。而且我是为了想说停下来，嗯，接着我用力不对就摔了，嗯。哎，踩踩踩
出的，上半截都是雾。你顺便看看你上面的海绵是不是吸了一堆？我有，我擦的时候顺便在那边吸吸吸啊。你的都没雾哦。我想看那个骑那个脚踏车那个怎么下。太狠的下，他也不敢直的下。这个车头真的有用吗？这是，哎呦，这。什么下面也陷了一个？最下面。你说那个橘色的、哦？还有，那我就下了。你不是要，你不要等他、啊。不等。你弄太那边太多雪了啦，你要出来了。
要不要下？我下下去，这边要不要录？但是我现在过得去吗？好。我先下去，下去一点点可以吧？想上厕所，你甩都不甩我哎、欸！我听到你耳背、欸、啊，耳背。我完全没听到。你什么时候讲？刚刚没有很远的时候。听得到。那等一下就直接去了。
就脚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？以前可能有一个往航管的路。还好，因为这边有现在有中学可以玩，所以这两天玩这里不无聊。嗯，不然会想说，全部都在这。对啊，我要擦一下。
上看这样。啊？那么深哦。哼，但是算了，要吗？好啊，那拖板夹。你要小心点。不是我要怎么录呢？对啊，让你最快。那你要帮我那个、哦？你要站稳哦，不要不小心就陷下去。你先轻一轻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好了。慢动作还是正常？慢动作吧，我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去帮他加工，变成这各种速度。那你要录正常还是录慢动作？站稳一下。不太好站。站稳哦，站稳哦。哦，先把地踩一踩。每个都踩一踩，踩稳以后再站上去，可以吗？好了。脚上去。我可能只能倒上半身了，脚没有办法，快点。好了。来的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哈哈哈！整个脸都不见了，脸都不见了。头盔坏掉了。不会啦。好了，我录。拍拍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嗯，我看到了，好，等一下。高破。高破没差，你先不要转它，你先把这个收好，收好。我看一下，啊，你帮我按开，我要看。按开还看得到吗？你要按立马。那我按不开啊，你要帮我按。开始播了，好。你太慢了吧。有在动吗？就是怀疑没有在动啊。有啊。有有有，好。太松了。整个全被埋住，看不到脸啊。还好有躺，好不错。嗯，人不见了，太松了，太松了。我眼睛雾到不行。你再擦一擦。你帮我擦一擦，帮我勾破洞呢？没事，勾破洞都没有。你要低头，然后清你那个帽子里面的那一堆血。你先摇一摇，才把眼镜拔下来。摇一摇眼镜，摇眼镜，在上面有大哥。啊，可以了。头都陷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帽子这里也有一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手套掉了。好深哦，嗯，深到我弹全部弹起来把我盖住了，对不对？变了。哎呦，折到手好痛。松的不会变冰，都被压过了。谁先？都可以、啊。我从上面看着你好了，现在用看的就好，不要滑太远，停不下来也不用。好雾哦，我的镜片好雾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
正常。继续啊。那我现在下去了。好。不小心撞，然后方向不对就算了，就踩吧。对啊，就算了。脚卡住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。脚。脚卡住了。你往内踏的时候，速度会变慢。好累哦，摔倒很累。拿不起来，太重。你在干嘛？我休息一下，我摔太多次了，太累了。气死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站起来就好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好的。好，走啊！好啊，你先啊。我先。休息好再走。他刚太深了，要把它起来。不要再摔倒了，好累。我刚好太快吗？我如果拿手机滑很危险齁。对啊，因为飞出去之后你都会找不到。好吧，要挖很久。算了，你再帮我捡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看你滑下去啊。哦，我想要拍给他们看。
好累，好累。走过去啊？对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哦，所以用翻没有啊，就再坐一次一号再上来就好了。啊，但是主要是往这边啊。你就架往这边。一号可能要人比较多。哦。你忘记我们刚说好要去上厕所了吗？又跑过来，然后你就耳背的架我。我要让你喷出来。没那么可怜，帮我拍啦，我应该全身都是。没有，滑一滑就没了。好像不是很累。背后。因为是松的，然后不是很稳。我还好哎、欸，你擦的地方不够深。嗯。擦上了这样。我两只一起擦，看起来稳就会。重量的问题。哦，脚趾现在停下来才觉得脚趾是动动的，大拇指、食指有点冷。我刚刚一直都觉得脚趾冰冰的。但有没有走太远？有一点，好像有点后悔。算了，穿鞋鞋。你再来这样用板子路回来也太累了。对啊。奶茶三明治，看你的愿望会怎么成真？就是要有咖啡厅那种，感觉会有这种侵蚀。我现在就脑中觉得好像有一个，我觉得好像有，但是我怎么记得好像很贵？好像光三明治就2000多块，我想为什么三明治要2000多块？不知道。鞋都好深哦，我的鞋才深哎、欸！你看踩一脚，我的鞋的那个底下很明显，你脚没走。累死我了，很好玩，很累，拍。几乎都是在口罩上的，是啊，口罩跟脖围上而已。热奶茶，热奶茶。根本就有餐厅了。热奶茶，热奶茶。根本就有餐厅了。热奶茶。啊，不管有什么，总之可以吃。应该不会是那个吧？
知道吧。谢谢。都拍好了吗？是啊。谢谢。看看。结果。有。真的好怪哦。3980呢？为什么那么怪？你真的要吗？没有普通。不过这边都3000以上哎。什么普通一点的、啊？信州沙梦2000块。啊！救命了、啊！我是说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假什么？为什么那么贵？还是沙梦吗？为什么要那么贵、啊？嗯。不用管为什么，那这边呢？剑客没了 ，Kiki 800 ，Kiki set 1200。